口红紫来了，口红紫，每次我发视频重点就不在那个视频上呢。来，爱用口红分享这个3CE 的116色，然后它薄涂是这样子，一个南瓜奶茶色吧，然后它上手是这么一个颜色，不是黄皮啊，就还挺韩国小姐姐那个范儿的啊。但有时候我会用它叠涂，像我有一个视频，我就是用它叠的，叠在下唇，它就会呈现出一个别的颜色，就用它打底，巨好打底，用什么叠都 OK。下一支来都来了，就别走了，涂出来是这种的，也有稍稍有一点粉调，薄涂。薄涂是一个没粉调的一个红色，正红色，也挺显白的，看到没？这胳膊立马就白了。嗯哼，这是厚涂，厚涂就是也。还有，我就是大家都说我的嘴唇都是这么画，因为我是个凸嘴，我原先很自卑，我就这样，走哪儿就这样含着嘴，然后后来我想开了，我就既然就凸嘴了啊，凸嘴了。我就把我的嘴唇往后了画，我现在就厚嘴唇子，让你们以为我单纯的嘴唇子厚，不是涂嘴。好嘞，下一支。哎呀，我这才试了三支口红，我感觉嘴唇的出露皮了。那些卖口红的，他们的嘴唇子啊 ，Nice to One， 这个也是我在淘宝上买的，几十块钱，都是几十块钱的口红，上手。就是它的质地很像那种糖果奶茶的糖果那种感觉，今天要咬一口，来吧，在这儿，在人中上面加一点点，让它形成一个弧线。可以做那个伪素颜的那种感觉啊，像涂了个唇蜜，但其实它修正了我的颜色，不信对比看了一下，很高级这个颜色，虽然很便宜。下一支很好推开的一个豆沙色，这是薄涂，今天这光怎么照的我有点难受呢，有点下一个是 Into You 的镜面唇釉，是一个焦糖的这种红的颜色。来上嘴，薄涂。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？它这样薄涂是一种很水润，那咋说呢？有个苹果红啊、柿子红那种感觉。厚涂，我就是白雪公主，谁都别拦我。后妈也行，反正。这个颜色啊，718，配上雪白的肤色，还有乌黑的头发，我就是白雪公主的后妈。你哼唧，他吃醋了，他的莫小黑发财吃醋了，天哪！最后一支，蜡笔的质地就贼干吧，很哑光，不雾面，就是哑光，贼哑，野玫瑰的颜色哈。我这花里胡哨的，我得口红来上唇子，上嘴唇子，这是薄涂，也是比较偏粉调的一个啊，但是厚涂就挺显温柔，野玫瑰的气质啊，玫瑰。对了，还有一个这个，然后大家可以把一个哑光的口红变成一个镜面的口红，看着啊，它就是让你一支口红变成两支口红，万物皆可叠的一个唇蜜。那现在变成另一支口红喽，来自由发挥，自由发挥。那我们今儿个就到这里。